方块熊乐园。今天方块熊将带领小朋友们在画画中粘纸团，制作粘纸画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快开始吧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方块熊将与大家一起画立体画，喜欢的小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呀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